收看 嗨松影最娱乐 Live。大家好，我是 F 八的洪子婷。最近呢，八声谷呢发生了一个闹鬼事件。七月还没有到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是一场恶作剧？我就到现场了，看个究竟吧。为了寻找真相，我就冒着生命危险到了电影院去看个究竟。不出我所料，真的是一场恶作剧。现场呢，我就抓到了两名女鬼。原来这两名女鬼是无辜的，因为呢，这两名女鬼呢可以到现场跟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们来拍个照。有胆量来拍照的朋友呢，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品哦。关于这部电影呢，是由大马与新加坡两名名嘴 DJ 来主演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呢，关于一名 DJ。他在说鬼故事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 八的洪子婷，今年16岁，来自新山柔佛。大决赛呢，我会尽全力做到最好，请大家来现场支持我哦，拜拜。